好，接下来请您献上相声《拴娃娃》，表演者李九重、李九江，有请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刚才是一个高雅的笑，规矩乐。您的高雅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听着有那么下饭。下饭。两位师哥，说的挺好。嗯，大伙儿也特别喜欢，是能说能唱，嗯啊，人唱的也好听，嗯，人家有色儿，对，而且来说人家年轻的时候学过，嗯，学过那个声乐，然后呢，学过什么声乐啊，声乐吗？声乐，声乐，他都显完了，他还不让声乐是吧？不是，不是学乐啊，声乐，唱歌，学过声乐，后来呢，是声乐实在是不挣钱，就来到乐社。说相声挺好的，声乐没唱好。哎，这都是也都在留学社十多年了，比咱们来的还好呢。我对呀、啊，要不人家能是贺字的吗？对，当然他叫张贺建啊，他那贺字不是郭老师给的。哦，不是谁呀、啊？你看我们这个都是郭老师给起的。对啊，比如说岳云鹏那个鹏字，嗯，是郭老师给写的。嗯，他那个是他父母给的，他那身份证上就叫张贺建。你看岳云鹏身份证叫岳荣刚。对。孔云龙那身份证叫孔德水，对，栾云平那身份证叫栾博，嗯啊，你都记住了啊，栾博不是栾博啊，对，北京人嘛带点话音，栾博儿，我又栾博敬您啊，他那个身份证就叫张和建，对，就他生下那天他就叫张和建，哦啊，所以说跟德云社还是有一些渊源的，是啊，让他们下去歇一会儿吧，嗯，这场呢把我们俩换上来，哎，大伙呢对我们俩也不认识。嗯啊，对你还行，我也不行啊，咱都一样。您到了天津了，您就算回家一样。为什么到这儿算回家呢？因为他是北京人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来到天津啊，您这话都不挨。不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了？我北京人到这儿怎么叫回家了呀？北京跟天津还远吗？那是邻居，离得近。对呀、啊，京津冀一体化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到了天津了，不就相当于回家？没多远啊。京津冀，对呀、啊，京津冀一体化嘛、嗯，哎，所以说呢，好多天津的朋友特别喜欢他，是吗、啊？有知道他叫什么的吗？哦，没有，那我介绍啊，你挺会交朋友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也是我师哥，嗯，姓李，叫李九江，是吧？哦，谢谢大家，真好，嗯，一报你的名字，底下那么多人鼓掌，是四五个呢啊。四五个是喊好的，嗯，大伙都给你鼓掌，是喜欢你，大伙抬来了德云社十多年了，嗯，多好，挺好啊。您怎么这样啊？羡慕，咱们是一块儿来的，谁羡慕谁？那也羡慕，怎么了？我来德云社也十多年了，咱是一块儿啊。我混的就不好。这别这样，家里面能啊！我这是劝人的方式啊！不是你别这样，乐观点，说相声给大伙儿送快乐的，不是送哭的。不是，因为都不是外人，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。我们也不是陪哭人，真是，各位都以为德云社后台其乐融融是，其实不是。你怎么老娘们儿似的？不是那样，嗯，挨欺负。不是那么融洽呀、啊，真是挨欺负。我是九字儿，对，我是九字儿，我上面有鹤字还有云字儿，有啊。我来到这儿，我一零年来到这儿，那会儿新人，那会儿他们都欺负我，好可怜。你是学员那会儿，真是都欺负，因为你新来的，嗯，新来的，而且你在德云社，你没有什么背景，没有啊。你在这儿，你没有亲属，没有，你也没花钱，嗯，你没走过后门，所以都欺负你，嗯、都欺负。后来我想着。熬吧，嗯，熬到这个我有师弟了，嗯，我这不也能欺负他们吗？嗯，师弟也欺负，是吗？就是没有人拿我当真。哎，不是，你兄弟，说相声说的也不好，大伙人也不爱听。你说干了十多年了，没有名气。你看人家那些都有名气，德云社多少都有名气的，哎，那都有名气吧？人家那几人，是不是？也不知道，非不说。就是说太多了，列举不过来。你看我干了十多年了，没有名气。哎，哪个单位一个员工干十多年，人不算半个元老？那是啊，行业的精英算呀、啊。
翘楚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还知道翘楚呢，我现在翘班我都不敢。那是翘班没钱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有点瞧不上了。观众人也不认识，也不喜欢，相声说的还次，你这哪儿这还有活人的道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说自己？今天台上不是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这有的时候啊，你自己是误解大伙了，是吗？没有人欺负你，谁欺负谁呀？咱们都是师兄弟。哦，就是给一嘴巴不算欺负是吧？那算，还是那样，不见得动手。人你闹着玩呢。哦，闹玩打嘴巴。这十多年你都过了吗？再说咱就哪怕那会儿你刚来说受几顿，对、啊、现在你十多年，你现在你也是师哥了，也有肖字儿、龙字儿，也没人欺负你了，而且你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呀。好吗，哥？肯定是好啊。是吗？可能不见得大伙儿都认识你，但是你现在演出什么的不也挺好的吗？慢慢来。业务呢？业务也没有问题呀、啊，你是有潜力的。我傻子呀，我非得跟你当搭档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哦，你这么说我还心里边宽慰着。你其实不错，就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真是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挺暖的。这火有前有后，真是来了这么十多年了，嗯、德云社也就你拿我当爷爷，我真是心里边。你会说话了？不是，您就拿我当谁拿你当爷爷？就是您那么朋友，拿你当朋友，对，拿我当朋友，拿当自己人。对，我没想到啊，你对我这么好。上回挨打也这么说的。你没想到对我这么好，就是慢慢来。因为他好多人都想跟他交朋友，嗯、我没想到他们愿意跟我这样的一个人交朋友。你值得呀！我这相声咱也不说了、嗯，我家庭条件也不好。那个我给不是那个，那个慢慢来，对不对？人上来都没钱，家庭条件不好，后来就有钱了。有钱谁干这个呀？嗯，对不对？你有钱的，你德云社有钱的青年相声演员四百、嗯、多位啊。嗯，青年的有钱的也就四位，就四个人有钱吗？头一个郭麒麟有钱吗？那他必须是有钱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凭什么他必须就得有钱呢？人家这是人郭家买卖呀，爹厉害。对，人家少东家呀。对对对，因为于谦有钱嘛，人家就有钱。谁？哪有于谦的事儿？这里头，于谦是他师傅，不是他父亲。哦，于谦是他师傅，师傅什么生父啊？师傅。郭麒麟是有钱，有钱呀。郭飞扬有没有钱？有钱呀。这是秦霄贤有没有钱？老秦也可以呀。第四个就是他，我还能排第四个，他就是第四位，我都不敢跟人家比。你是跟人比，你是差那么一点，但是呢，我想问问您是一点吗？但是你跟我们这些人比，你算有钱的啊？跟你们比，我稍微的条件好一点。北京人，北京人有四套房，各位，四套。哦，没想到给房也都鼓掌你了。四套 ，four house， 一套也不敢卖，都自己留着。卖它干嘛？嗯，怎么灭门了？怎么你们家不灭门，我们家灭门？卖它干嘛？四套房留着就卖了，不就更有钱了吗？四套房不是在郊区啊，不是在郊区，说在廊坊那四套房，不是啊，就北京市里。四环以里四套房，嗯啊，真的真的，四套房一套房得七八百万吧，差不多吧，大的那个不止，哦，比别的差不多，你看还愿意炫我，就是大的那个炫富是炫你是吧？一会儿你是爷，一会儿你是爸爸的，就是说有四套房，当然了，这个钱这个房产第一不是他挣的。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呢？你说相声能挣几个钱？嗯，我们这都干十多年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别说在北京买房了，嗯，坟都买不起。对不对？坟还可以买。哎，你要是这德云社有钱的，也就是明星大腕。对，我们这种演员不挣什么钱，这也是后来才有的钱。他那个钱都是谁挣的？我那钱是哪来的？都是他爸爸挣的。哎，对，我父亲。哎，他们老爷子，嗯啊，李大爷年轻的时候人家就有头脑。啊，人家看得远，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啊、嗯，他爸爸二十多岁没结婚，二十来岁，投资，哦，投资，那会儿就讲究投资，哎，买房，嗯，买平房，哦，买平房，哎，买一溜，买一溜吗？哦，将来只能拆，这能拆迁，拆迁了我就走人了，啊，就给钱了。但是你说那个年代，你说你买几套平房也得不少钱，也得有钱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会儿有钱，有钱人啊，咱实话说又年轻，嗯。还没结婚就愿意出去，就是下灶，就是出去挥霍。对对对，嗯啊，出去霍，去那个
夜店玩，嗯，愿意去夜店。那会儿叫卡拉 OK 厅，对，那会儿叫厅，就愿意去哪去玩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夜店里边呢，哎，巧了，认识了他的母亲，两个人呢，后来呢就啊，我觉得别走一起了。他母亲啊，行了，放什么呀？这俩怎么着就一个正经人吧？那地方认识的还能喜结连理？不是，你母亲不是在那上班，不是那工作人员、啊、不是，说清楚吓我一跳。您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然后呢也是那歌厅叫富贵人家是吧？真是有钱人什么都豁得出去，不叫豁得出去，就是他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，就是跟我们家门当户对，对，也上夜店去那个就是玩去了，就是喝酒听音乐去了啊。而且他母亲为什么说棒，蹦迪蹦的棒、啊、这个棒，哎，蹦迪啊，嗯，艳压全场，我一肚子啊，动子还大字，艳压全场，就是比别人跳的都好。哎，这帮老爷们给他母亲起一外号，叫什么呀？低怒。说明啊，你爸爸是威猛先生。什么叫滴露啊？杀毒的洗手液，那是滴露啊。嗯，就说你母亲蹦迪好到什么程度啊？什么程度啊？就犹如迪厅里的玛丽莲梦露，简称滴露。你这不解释谁听得懂啊？哎，迪厅里的玛丽莲梦露，你爸爸往这一坐，你母亲在那滴露。哦，你爸爸一瞧，在这跳舞就完了，就在那蹦迪。滴露像话？你说一瞧，嚯！这妞不赖呗，我爸这金签可以，可以呀、啊，这个、嗯、过去吧，嗯、过去跟你母亲，你父亲你别看啊，久混于这个场所，看见你母亲的时候也脸红，看见自己喜欢的多大个呀，对，心仪啊，是心仪的女孩啊，嗯，到你母亲那儿跟你母亲聊天，嗯，你好，小姐，嗯，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可以吗？问什么呀？在等你母亲。嗯，问呢、啊、问呢、啊、想问什么你就问呢、啊、大老爷子大大方方的问呢、啊、我母亲怎么这样？就是我有一个小愿望。愿望？咱俩一会儿能结婚吗？这哪跟哪儿啊，这就聊结婚了，就一见钟情，太喜欢他了，那会儿不仅是闪婚呀，就开始马上来这个。你爸多潮流啊！他呀，对呀，嗯，咱俩一会儿能结婚吗？一会儿就结婚。这话说完，你母亲脸腾就红了。嗯、行啊，这是脸红吗？这个行啊，行啊，哎，行啊，嗯，我看看，现在是午夜十二点，半夜了。这样吧，怎么样？过五个小时你来娶亲，好吗？我现在回家啊，这个收拾收拾，化化妆。五个小时？对对对。就来接亲来了，五个小时接亲吧。好，太快了，这也奉子成婚五个小时呢，你哪儿就奉子成婚呀？没蹦会儿迪就奉子成婚了？怎么什么不是哪个奉子成婚？你不是说奉子成婚吗？半夜十二点是个子时，是啊，相逢在子时，逢子成婚。哦，你说点儿啊？哎，你信了？就是说，啊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哎，到早上五点，嗯，你爸到那儿给你母亲迎娶回来，啊，就准点去了。结婚故事，这叫门当户对，是吗？你爸也有钱，嗯，你母亲也蹦迪，对，这门当户对。什么叫有钱就蹦迪？就是也喜欢，他条件也不差，哎，过日子吧，啊，过到今天，嗯，家大业大，哦，但是你说就这么完美的家庭，嗯，也有缺憾，就是遗憾呀、啊，没有办法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对，这就是老话，谁家都不容易。嗯、是啊，他们家什么缺憾？我们家是什么呀？就两口子没有孩子，那这么有钱的事儿，你说有时候我也说说你啊，大爷你就活该，你也不会劝人，谁呀没孩子呀？就是你爸爸没孩子，我爸没孩子，我谁呀？废什么话跟这儿？你不知道？什么事儿？不，你家的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那赖我了，赖我没说清楚。这个是这样，是赖你，是赖你没说清楚，赖我没说清楚。哎，你说，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。你说，你爸爸呀，没你之前没你，懂了吗？
你不要拿肺说话行不行？这说的全是废话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可不是没我之前没我吗？没听懂？这不一样说的没什么区别呀、啊？换种方式吧。你爸爸有了你之后，哎，就有了你了。这两句是一样的。你能说点人类的语言吗？你爸爸有你的时候岁数比较大，比较晚，这行了吗？那我明白了啊，这叫啊。老来得子，对，老来得子儿，有他有的比较晚。你爸爸甩子儿呢，跟着老来得子，老来得子儿呢吧？老来得子，嗯，你想啊，各位，他爸爸有他那年老头都多大岁数？反正是不小了，91了。老头要钱啊？啊，每天必须俩主题呢，补充蛋白质。90多了还要孩子呢？几十？我记着有个一，几十一？不是意思，51了。91都死好几年了，51了才有的他。50岁之前没孩子，心里能不难受吗？也着急，家大业大，将来传给谁？没有人继承，每天愁的都不行了，他爸烦的，愁到什么程度啊？什么样？在屋里边愁的直唱歌，就哭啊。嗯，唱歌？你看你不懂了吧？啊，男愁唱，女愁哭。哦，男的一发愁就哭，哎，女孩一愁就嘤嘤嘤，嗯，男的一愁就跟家唱歌，男的反正唱歌，对，你有的那个，咱们说小姐姐，你那个爷们有的时候上 KTV 唱歌，那是因为他烦。你说爷们就别乐了，我这都尽力给你们解释呢，就是因为他烦，心里烦躁，没有一个女的心的不想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带给你，是吗？然后呢，就是心情很悲愤的就出去唱歌去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哦，他爸爸也是，哦、老头也爱愁啊。嗯。没孩子，没孩子也别拍主题。他也不生，嗯，我还不会。不是会不会的事。哎呀，唱歌吧。别闹，别闹。我一摇这铁棒有何用？我一摇这变化又如何？还是不安，还是低潮？金箍当头，欲说还休。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，你改小开眼了啊？没开眼？不是，我想问问，他还不生？哎，老叔，我不会。哎哎，这个男的发愁唱就唱，你唱点那个都没有孩子挨着，这挨着。这才不挨着呢，这怎么挨着呀？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是吧？就是啊，心里难过。废话，我不是懂不懂，不挨着呀。这歌，这歌叫什么名？悟空啊，孙悟空的悟空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孙悟空哪生的？石头啊，石头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爸想起孙悟空来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石头都能生出个玩意儿，我不行啊？对不对？这么比喻的？哎，心里难受。哦。正跟这唱着呢，他妈听，哦，他妈没当回事儿，他妈的想法就是，我有就有，没有也无所谓，哦，但是他妈的想法跟他爸的想法是不一样，他俩不一样，因为他妈的想法就是他自己啊，他有独立的这个思考，哦，他妈呢比较前卫，他还前卫呢，他妈的那个思想啊，跟这个潮流啊，不要再骂街了，怎么那么多他妈呢？那应该是什么？就说我母亲就完了。他母亲的那个想法，他比较前卫，还想骂街。哎，所以一进来看着自己爷们在这惆怅呢，赶紧就问问吧，问问他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多年都没变啊？怎么哭了？还掉眼泪？唱歌跳什么眼泪啊？啊，我妈跟那抽汗巾呢，是吧？抽汗巾。什么呀？干嘛呢？这啪啪的，两是给你爸爸扶了扶了身上的土，甭用难土，没有土，怎么回事啊？都是眼泪。你爸爸没跟他闹。嗯。
差点话筒打坏。闹什么闹呢？家里有麦。你还问我？嗯，我问你啊。嗯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？我妈是存款呀。那取出来呀？那应该叫取过来呀。对，我把你取过洞来多少年了？这是个老妖怪，这一家虎。我取过豆腐来多少年？没有豆腐。哦，没有豆。我把你娶进府门多少年了？嗯，你妈说有300来年了吧？啊，唐僧到哪儿了？行了行了，可以了。这不还是你家的妖怪吗？多少年？唐僧20-30年啊，20-30年了吧？嗯，周，嗯，20-30年，你为我生下一儿否？怎么回答呢？否。真脆呀，回答的。养下一女否？这回呢？否吐。英语都会，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？就这一句话，当时他母亲就炸。谁爱听这个呀？这手放下啊。公公活着的时候就说我们不生，在世的时候，婆婆在世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养，说他。我终于把他俩弄没了。你还弄没呢？熬没了，熬没了。我终于把他俩连熬带炖弄没了。我妈还是厨子，你还来问我啊？不生不养，那怨我吗？那怨谁呀？你赖你自己呀！你平时你得行善积德呀，做好事，做好事，拴娃娃去，这事儿你都去了吗？嗯，烧香拜佛，嗯，拴娃娃，这人家都干，你干了吗？我说那拴娃娃去。你爸爸听对呀，嗯，我怎么把这场了啊？我老北京，我应该是去拴个娃娃。拴娃娃这老家啊，你知道什么叫拴娃娃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给你解释解释。拴娃娃就是拿绳拴这么一娃娃，所以叫拴娃娃。哎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浪费30秒。怎么了？这个拴娃娃什么意思呢？不一样吗？过去老北京有这个老讲，嗯，说这两口子不生孩子，嗯，到这个娘娘宫娘娘庙，嗯，弄一个泥娃娃。对，那里有好多泥娃娃，拿红绳拴一个回来，嗯，预示着孩子打这儿起，一个一个就有了，啊，跟着就来了。哎，给你爸一听，走，嗯，拴娃娃去，跟你母亲开车奔那个北京有一京西北叫妙峰山，有，哎，就奔那儿。京西，哎，到那儿了，这个到了那个山顶之上，有那个大雄宝殿，正殿，闲杂人等都轰出去，嗯，大门宫灯一关，嗯，大殿里就留你母亲一个人。就他一人了，还有一个老和尚，嗯，两个人呢就在店里头。你母亲就说了：“你家多少？开始吧。”你给我闭嘴！这有我母亲一人，我知道，怎么还要一老和尚？有用啊！哪有有用啊？你要知道了，你就我当然知道了。有什么用？就出去啊！出去，是你妈，你妈说。你老和尚，你出去，出快快快！这小和尚进来，别挑了，别挑了，还挑选去了，往那儿必须得有一和尚，干嘛？敲磬念求子金刚经，哦，跟边上敲磬，对，哦，那老和尚就得来，那来老和尚去，老和尚有经验，哎，老和尚来吧，嗯，你有经验，嗯，小孩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年轻点就得了，嗯，讨厌，把门就关上，不要这个表情了，哈哈，老和尚呢就在那儿敲磬，嗯，念经。念那个求子金刚经，求子金刚经，哎，就为了把你求来吗？哎，我听说这个求子金刚经还挺好听的，就经嘛，都那样。不是，不一样，每种经都不一样。嗯，您那个求子金刚经您会念吗？我会一点。您会一点，您能给我学一点，让我们听听吗？你之前你不听，哦，那会儿还没你呢啊。我哪听过呀？我哪听过呀？你还爱听这个？哎，我听没赶上呢。啊，那我简单的跟您学几句。您受累。啊，学这老和尚念经是什么样？我听听是什么样。一般都是双手合十。啊，对呀。哎，念几句梵文虔诚啊。哦。这老和尚以前是干嘛的？波罗揭谛波罗萨摩陀萨摩陀，卖摩托车的。海西呀海龙，这个江声好，快滔滔孽子招，别人不兴半分好，誓不把弥陀。往来世上走。
月中秋，燕儿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太阳有归来日，此去亡魂你不回归。头一天来到望呀望江台呀，望呀望江台呀，此去你那个亡魂哪、啊、回呀回不来呀，我不愿如来愿马迷马迷红哎。第二天来到望呀望天涯呀，狼呀，咱们俩人一条心。念完金塔和尚是吗？这句搁这儿了是吗？啊，这是求子金刚经吗？你别胡来了，跟这儿行不行啊？怎么不是？废话，我都听见了。这怎么？死去的亡魂，你别回归啊！这还没孩子，就轰走一个。不是轰走一个？废话，这是求子经吗？胡念你的叫？是求子经吗？这绝对不是。我把你求了之前，我是不是得先念死一个呀？怎么，我还是替死鬼啊？啊，不是嘛，就是巡养老妇嘛，能量守恒定律。什么破守恒定律？你懂个六饼啊你？你懂？对呀、啊，后边那个乐的玩意儿，后边的确有点假了。那你说我？对呀、啊，但是前面都是求子金刚，你还求不求了？求求求求啊！求不求？你还来不来了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好爷，我得来。咕噜叽里咕噜，萨摩头，萨摩头。那卖不出去。愿您赐我一肚的子，河边甩下去。
咽一肚子屎。多来几个，多来几个呀！你妈那蛤蟆呢？一子一个够吗？就一个，万一半道夭折了呢？没事，夭折要夭折啊！我缺孩子在那，您就赐我一个特别硬生的一子啊！我会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好，说说话，当当当，磕了仨头，醒头。哎，磕完之后，老和尚立马过来，一抬手，女施主，贵子连生，长命百岁，绝不是个好玩意儿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懂啊，懂啊，懂，懂什么呀？掏钱啊。我这是给钱，哎，给人家2万块钱，两万，拴吧，拴你拴麻呗，是啊，哎，他母亲穿了一个那个，就是特别好看的一身红衣服去的，红衣服，拴吧，喜庆，把这个袖口里边，揽一个红绳，我拿红绳，哎，拿着这红绳，这给人家哪个？这绳用毛衣拆，我这拆毛衣了吗？这拴哪个呢？我母亲以前干嘛的？我们套马呢，跟这儿不是套马的汉子，就是娃娃太多，不知道拴哪个。找啊，找吧。哎，找来找去一看，老娘娘怀里抱着一娃娃，这个可以拴吗？这拴不了。怎么了？这个人家命太好了，你们家扛不住，镇不住啊。那都得说是说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钱的人哦。你们家不行，扛不住，你普通老百姓还是不行。哎，再找吧。地上这个可以拴吗？这也不能拴，这怎么也不行啊？淘气哦，闹！你好娃娃谁在地上待？就是淘气，能在水里待。对。哎，老娘家供桌这儿，有俩娃娃，这俩可以吗？哎，桌子外边这站一娃娃，这也拴不了。这怎么也不行啊？这个逗哏的你不配，逗哏的不配，你干不了这个行业。拴鱼缸里你就配了吗？找吧，找来找去，哎。一撩供桌围子底下，哎，有仨娃，有仨呢，仨娃，仨，哎，有你，这俩呢，有那个刘德华，有张学友，我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多荣耀，是挺荣耀的，三大天王，不是四大天王，然后三大天王，我桌底下就仨呀，啊，你妈一瞧，就你了，找我，刘德华、张学友肯定不行。这不行啊，人家也不能同意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拒绝的呢。拿这红绳，照着你那娃娃，走、啊！这是给我累死了，就给你拴上。拴完之后抱着回家。回家，哎，你这玩意儿有时候也很神奇。怎么了？回去没有一个月啊，你母亲怀孕这么灵啊？灵不灵？灵啊！你说灵不灵？真灵啊！老和尚多灵，老和尚去你的！长大以后呢，长到18呢，也没孩子，也没娶媳妇儿，也没有女朋友，就找他爸去。爸，爸爸，我也想结婚找女朋友，怎么？你爸说我没招，你就夜店，因为我就那儿找回来了。然后我们家遗传就上夜店去了。开玩笑，逗着玩，传统的相声拴娃娃，对啊，这个接下来呢，再给大伙儿再说点，大伙儿喜欢是听说一段还是再唱出来呀？差一个，刚才想听什么呀？求子金刚经。他还是喜欢自己听自己的。这以后就是你的朱大哥。我变成朱大哥。哦，朱大哥，想听什么呀？朱大哥什么？啊？求佛，求佛。我他妈求完了，我求是吧？你给刘晓婷打一电话，他也唱歌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就苦苦求了你见面，真是苦苦求了，不是求求苦苦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写这歌人是怎么想的？怎么了？啊，因为我们还能不能
在前面，嗯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这人得多大岁数，愿意用七十和我们一世情愿。你说你用那跟人佛换人换吧，对吧？嗯，用七十七十换人家，几世不是七十，你拿七十换人家。你看歌词吧，你这不出音儿，你听会啊。哦，几世啊，拿几世，拿人类几世去换你们见面，不拿几世换是我还说呢，拿几世换个纸。哦，还有什么吗？定军山。哦，定军山啊，还有吗？白龙马。有记得白龙马，白龙马刚才吃着了没听见啊？再见。这还有什么好听的呀？这是听上瘾了，这是白龙马。哎哎，纸朝西。和着唐三藏，跟着仨徒弟，听这个，我以为就他妈愿意听呢，所以也是，就是你妈愿意听。还有什么吗？勇气大爆发。勇气大爆炸。勇气大爆发。勇气大爆发是什么呀？勇气大爆发是歌吗？是歌是吗？嗯呐，这谁唱的呀？别往这唱，你唱就完了。哦，你都是你老乡。嗯，行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真不会。我听到了。啊？我没 K。我没 K。我没 K。不了平，不了平，不了平。京剧吧，京剧行，定军山。这一封啊，是新来的交，天之皇中成功老，站立在营门三军交，大小二郎是听跟那苗，头童那鼓战翻早，儿童那鼓金战袍，三童鼓刀吃桥。四通啊鼓把兵交，向前鼓鼓举有伤，退后难得免那吃一刀，三军与